第一次领这个奖。门姐领奖的穿搭日常，就是今天因为是个政府活动，是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宣部评的奖。那政府活动我就不能穿的像晚礼服这种领奖方式，我就得穿的比较正式。这是我当年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、全国妇联获得最高荣誉奖项，在人民大会堂颁奖的时候穿的这一身，它不犯错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我要考虑我肯定还有突出性，我不能跟别人都一个颜色。那现场因为大部分都是男性，所以呢我猜他们应该都穿黑藏蓝为主，那所以呢我就穿了一身白色的西装，肯定要有我自己的突出的色彩，女性的风范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因为我选了一个就是带腰带的一个西服，一般西服都不带腰带，特别有腰身，所以这一次呢我还是选择了这个，为了体现是冬天获奖还加了一个小高领，这样的话增加一定的舒适度。第五呢，就是用了一个最近特别流行的毽子盘发，这是杨幂他们做的一个最新盘发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本来今天没准备首饰，但盘发之后我发现耳朵缺了点东西，所以呢也不要太亮，就相当于增加了一个亮点。最近我比较喜欢红宝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家已经传100年以上的一个家传宝了，就是只传女性。半年之前我妈传给了我，所以现在我是这个掌门人，未来传给我们家闺女，珠宝还一代传一代。这个就特别有纪念意义，你看这么多年它过去了还是依旧特别的时尚。我看咱们今天这个妆容还是挺明艳的啊，舞台它有舞台光嘛，而且照的比较亮，是在一个剧场，所以呢我在想它可能瞬间打上就没有了，所以要加重一下，尤其是眼妆的部分。